好，最值得你参加的顶规赛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次的活动呢，也透过了极地探险家林毅姐来协助规划。现在呢，邀请大家移动你的脚步，走向舞台。我们准备要登场的开场表演，他们是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掌声欢迎他们！哇哦！好，我们大家给辅仁大学一个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哇！马拉松不只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马拉松已经变成一件很潮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你有今天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要忘记一定要拍照，一定要打卡上传到你的脸书，让你所有的好朋友都知道你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借由马拉松这样子的赛事呢，可以让更多的跑友来到不同的城市，来看到不同的城市美丽的风光。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都看到桃园在地的好风光。当然我们在这边呢，也要特别的感谢哦，今天我们的场地提供是我们的国立体育大学，有这么美的校区提供给我们举办我们第一届的半程马拉松。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邱炳坤邱校长，谢谢校长提供给我们这样好的场地。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赛事标语，好，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赛事标语哦，跳挑战自我 ，It's you vs you。所以呢，我们待会也会特别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运动笔记配速列车。今天呢会到场陪跑。那如果你有替自己来设定完赛目标的话呢，我们待会呢也会来介绍我们的配速员给大家。好，那在我们介绍配速员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我们的，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要邀请上台就是我们桃园市政府体育局局长夏金，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热情掌声欢迎局长来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体育局长。各位跑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理事长，也是我们桃园市体育会理事长叶正业理事长，来掌声欢迎理事长好。还有我们机捷公司董事长刘坤毅刘董事长，董事长好。那么市长
6:15准时到达。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叶正业理事长来讲几句话，掌声鼓励。掌声欢迎理事长。我们桃园市体育局的我们夏局长，还有我们基捷的卢董事长，那么各位今天来参加路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早。那么非常高兴呢，我今天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日月光的路跑的活动。那么看到大家这么早都在这里聚集在一起，那么精神抖擞。那么我请代表桃园市体育会以及中华民国田径协会，那么预祝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同时祝福大家跑出健康，跑出热火，跑出快乐，跑出好身体，好不好？好。祝福大家身体愉快，事事如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理事长。好，谢谢叶正业理事长，他非常的支持体育，不管是各方面的运动项目，都非常的支持。我们再一次给他掌声鼓励，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是桃捷公司的董事长刘坤一，他为了这一次的路跑，也特别把这个班车提早加开。我们请刘坤一董事长讲几句话。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叶理事长，还有我们桃园市体育局的夏局长，还有我们今天所有参加桃园日月光半程马拉松的朋友们，大家早。走。好，我是桃捷公司董事长刘坤义哈。那今天我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特别。那么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赛程时间算是比较早，但事实上所有跑马拉松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跑马拉松都很早。那因为 A7 体育大学这一站在交通方面是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公司呢非常荣幸的能够协助这一次的疏运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从4:20就从中立发车，4:52就从台北发车，总共加开了12班车。那我刚刚自己也是从中立的方向搭车上来，那沿线每一站几乎都有我们马拉松的朋友上来，反而是到了机场发现没有人上来。那在车上呢也很好玩，就是大家就已经开始在热身了。那其中呢，我也看到了有大朋友小朋友。那后来我很好奇说，小朋友怎么也来跑马拉松？结果他非常骄傲地告诉我说，他已经跑了很多次了。所以我在台下也看到了一个小朋友，那也看到了很多的父母亲，甚至是推着这个婴儿车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公司提供这样的一个加班车的服务是理所当然。那机场捷运通车以来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往来机场的捷运，同时它也是北北桃的通勤捷运。那么这一年多来呢，我们自己也发现说，事实上利用这条捷运线来从事休闲运动运动休闲活动的旅客也非常的多。那么因此呢，我们借由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协助马拉松赛程的一个这个疏运，那我们也来这个算是来体验一下说，我们在沿线有这么多可以办这些运动赛事的，或者是其他的观光旅游活动的，那我们来提供这种提早班车的服务，是不是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今天证明效果非常的好，那但是也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我在接驳车进来的时候，发现体育大学的门口打劫，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在我们机场的沿线，所以呢也就开车过来，那进场的时候反而很不方便。那么这个我想在我们举办赛程的单位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那我们也希望，谢谢。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在沿线的时候，大家有个默契，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提前几站停在捷运站旁边，坐捷运来参加活动，这个是最方便的。那么，我想最后
再一次的跟各位这个问候，同时也希望各位以后能够多多在不管是上下班、同学或者是出国，乃至于参加马拉松比赛，都能够多多搭乘我们桃园捷运的机场捷运线。那么最后祝福大家今天都能够顺利的跑完自己不管是21K 或 10K 或者是 3K 那都能够完成你自己的赛事，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也是一个非常让自己幸福的事情，更是让各位直达美好的事情。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理事长、局长还有董事长还有各位跑者们大家好。好，等一下呢，是一个现在应该今天天气很好哦，不是很热，所以呢，等一下大家应该都跑很快哦，所以跑很快，哎，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用晶片计时，所以不用争先恐后。所以呢，等一下呢，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请注意大家的脚步不要去踩到哦。那因为今天人比较多，那其实跑起来就会非常的舒服，而且又天气又很好。不过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日月光，以及我们桃园市政府以及体育局，还有我们的田径总会，还有当然还有我们的桃捷，还有很多很多的长官哦。虽然大家看到只是一个活动，那事实上我们在前夕哦，其实沟通了非常的久，然后来去组织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在此呢，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希望明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呢做得更国际化，做得更好，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跑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是2018年第一届桃园日月光马拉松，那么是由桃园市政府以及日月光文教基金会一起来举办。那么今天呢，我先介绍一下台上的来宾，我们体育局夏金星局长。体育会叶正彦理事长，我们的桃捷公司刘坤立董事长，也谢谢桃捷今天开的早发的班次，谢谢我们的日月光文教基金会沈文志副总经理，还有王维焕我们的协理，谢谢，还有我们的郑运鹏委员的秘书、陈学胜委员的秘书、陈美梅议员的秘书，也谢谢你们。还有我们今天三位代言人是桃园福原队，我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的棒球有 Namingo 桃园队，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桃园挺桃园。另外我们的 SBL超级篮球，我们跟浦原队合作，所以浦原冠桃园的名字，桃园挺浦原，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浦原队三位球星吕其敏、李奇伟、吴家俊，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届的日月光马拉松是城市马拉松，是我们具有代表性特色的马拉松，不过我知道8000位跑者一定有看上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这个赠品最多，可以讲空前绝后，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沿线还有设置加油站，有安阿鸡，还有卤豆干，还有萨克斯风，还有陪跑，我们在这里还有我们的这个日月光马拉松的音乐嘉年华，
还特别请到了范逸臣，还请到了这个哦，还有一位，这个要介绍一下梁逸臻，我们掌声谢谢。那另外呢，我们送的这个赠品最多，哦，有送呢，包括哇毛巾、小背包、这个帽子、袜子，大概国内的马拉松里面赠品是所有马拉松最多的，我相信会一炮而红。我在跟日月光基金会讨论的时候，原本说这个地点，这个日月光所在地是中立，那么他们员工有将近10000人，不过呢，因为这个中正体育园区是我们桃园最大的体育园区，有70公顷，林口龟山的台地加上丘陵，非常适合跑步，又是体育大学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决定哦，这个第一届主办的地点在具有挑战性的中正体育园区，加上我们林口的这个丘陵台地的地形，所以我想今天8000名跑者哦，可以非常的痛快的跑这段路程。那么也有人问我说，日月光白天要努力，晚上也要努力，是不是改成哦夜光路跑？这个以后再说，因为白天这个时间路跑是最舒服的，这个早鸟的路跑人最多啊。我们桃捷公司也配合的开了早起的班次，所以我们自己为这个第一届桃园的城市马拉松，桃园日月光马拉松，掌声加油一下。这位是难忘的经验，那么21公里，包括我们10公里组，还有3公里组，所以我们21公里是半马的类型。那么这一段跑半马是最好的，这一段半马刚好上坡下坡，这个我试过 U bike， 这一段 U bike 都很有挑战，所以跑起来一定很舒服。那我们希望今天呢，这个马拉松可以一届接一届，也成为桃园的马拉松的特色。目前哦，石门水库半程马拉松、芦竹滨海马拉松、新屋的这个鱼米之乡以及海丰马拉松，还有青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万人马拉松，还有这个马拉松，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茶马古道的马拉松，这几个是我们桃园哦很有代表性的地方。那我希望这个中正体育园区、体育大学、这个龟山的这个台地的类型哦，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体会。那最后还是谢谢，2天就秒杀，很多人报名来不及，我知道，但是呢，这个总是名额有限。那待会热身之后，我们准时还有10分钟，我们准时要在6:30准时起跑。啊，另外呢，这个依次哦，各组哦，包括10公里组，会在大概7点左右，哦，6:45，抱歉，6:45来起跑啊，希望大家这个养足的精神，满满的活力。马拉松是台湾的大特色，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马拉松。好，再次谢谢日月光文教基金会的赞助支持，我们掌声谢谢。啊，也谢谢我们的体育会叶正彦理事长，谢谢我们浦原队3位球星，也谢谢桃捷公司提供早起的班次，最后谢谢我们体育局所有的工作伙伴，包括我们沿路的所有的警察同仁跟志工，我相信这是一个成功的马拉松，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市长，也感谢我们台上所有贵宾，谢谢。然后我们在台上所有贵宾呢，也会来到起跑区来陪伴大家。现在呢，我们准备要暖身，准备要热身了。今天呢，会有2个阶段的热身操，那在这个阶段呢。
呢，我们先特别邀请10K 还有 21K 竞赛组的朋友。好，我们现在先让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画面。好，好，我们台上先让我们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待会在起跑点的位置会再让大家有时间来捕捉画面。我们先感谢，好，先感谢我们台上的贵宾。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邀请我们今天负责代操的 True Yoga Fitness， 掌声欢迎他们！耶、yeah!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 True Yoga Fitness 老师。OK， 好，现在大家请先散开来。哦，如果呢，你想要让你的身体更加的暖和起来的话呢，就跟着我们老师一起动啦，好吗？好，请帮我放这边。OK， 双手往上拍手，是吧？后面的朋友 ，Yeah， 动作慢慢加大。OK， 向右走，好吗？原地走路就好。翻边，好吗？原地走，踏步踏步，抬头，好吗？双手往上挥。翻边，耶，好吗？继续保持上面，还有双手变成走三步，你的声音，哎 ，come on， 哎，没有声音嘞，哎，肩膀转，往上挥手。转腰，对了，很好，慢慢把身体拉开来，向下蹲，再往下，把你的大腿拉开来，有点像往后坐在椅子上的感觉，继续保持，耶、yeah, ，双手往内，还有往内扩胸动作，对了，很好，继续旁边走，好不好？双手往下挥。也、yeah, 很好 ，Come on， 加油！还有，走，双手，最后，双手，右脚跨，换旁边，慢慢把动作拉大，还有，往前跨，右脚，耶、yeah, ，还有，继续保持。一边四下，四啊三二，翻边 ，come on， 动作有点快了，还有六，最后勾勾脚，勾脚，往上挥，很好，继续保持往内。很好，慢慢乐开了，拍拍手，旁边走，挥手，还有，挥手，继续保持 ，Let's work，OK， 右边膝盖 ，One， 继续保持。往上右手，继续保持右手就好。OK， 换手往上，继续，好吗？还有，双手一起，还有，最后蹲两下，换边。还有，双手打开，再来，最后走三步往上，哎 ，Come on， 手拉高，跳起来，往上跳，再往上。往前走，向上拍手，耶、yeah, ！往上，后拍，继
继续马蹄步。再往下，耶、yeah! ！最后往上双手，耶、yeah! ！祝你们顺利啦 ，OK。
跟你啊，我就放喺，我就放落来底啊。哦，所以阿妹。啊，我一个朋友来。你好。你好。加油！就是。啊，你做啥呢？啊，跟你啊。我呢啊，哎，皮肤看我哎呦。We'll be right back.